如果你是一个烟民，请务必看完这个视频，因为我不想让你陷入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却浑然不知。1994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提起了对烟草行业的特别指控。简单的说，该机构指出，之所以许多吸烟者啊发现吸烟几乎是不能戒掉的习惯，是因为啊这个行业有意使戒烟成为不可能。长期以来，广大的美国民众一直认为啊，香烟中的尼古丁仅仅是天然烟草中的尼古丁残留，很少有消费者啊会去怀疑，在香烟生产的过程中竟然有额外的尼古丁可能被添加到烟草当中。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局的局长举出了铁证，他说尼古丁啊是一种成瘾药物，它比可卡因还要强5到10倍。香烟制造商为了提高成瘾的效果，不惜增加尼古丁的含量。一位政府药理学专家说，显而易见，其工作原理啊就像毒品一样，不仅看起来像一个毒品，实际上就是毒品。虽然烟草公司公开宣称尼古丁啊只是一种烟碱香料分子，但他们自己啊也私下承认它是一种毒品。飞利浦莫里斯公司是当今世界上第一大烟草公司，世界500强之一，你抽的万宝路就是他们家出的。该公司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承认，香烟实质上仅仅是尼古丁的传输系统而已。雷诺烟草公司，他们家啊出骆驼。该公司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尼古丁是一种习惯形成的生物碱，因此烟草的忠实用户主要是寻求尼古丁啊所产生的生理上的快感。我们的业务就是让人们相信香烟是不会让人上瘾的。不会上瘾吗？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想作为烟民的你比任何一个人啊都清楚，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香烟不仅可以使人上瘾，而且啊它还含有啊致癌的物质。从美国烟草协会20世纪60年代起的研究结论表示，吸烟会导致肺癌和心脏疾病，但是这个结论啊却迟迟的在1990年之后才被泄露给公众。除此之外，烟草公司啊还在极力的隐瞒和销毁自己的产品测试报告。莫里斯公司在报告当中除去了其香烟当中含有的一种已知的致癌物质。在1996年，3名前公司的员工啊指控该公司经常操纵其生产香烟的尼古丁含量。其中一人是前工厂的经理，他说自己一天24小时啊要不间断的监测尼古丁的含量，如果低于所需的水平，烟草呢就会被重新混合，加入足够的尼古丁。1998年，布朗威廉姆森公司啊被曝合谋向巴西走私转基因的烟草种子，该植物啊所含的尼古丁是自然烤烟的2倍。作为吸烟者来说啊，我们也意识到了吸烟的坏处，自己的身体呢有各种不适，二手烟对他人的影响，还有啊烟草价格不断上涨给我们带来的经济负担。说白了，我们自知吸烟的风险，但是呢却抵挡不住尼古丁的成瘾作用，想戒却戒不掉。其实烟草公司啊跟你想的一样，在1996年以前，所有因为香烟造成的死亡而向烟草公司发起的诉讼当中啊，没有一个原告获得赔偿。烟草公司的理由是吸烟者自知并接受吸烟的风险。他们说，你看烟盒上明明印着吸烟有害健康，是烟民们自己的问题，与烟草公司无关。是啊，我们是知道吸烟的风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烟草公司往香烟里加超量的尼古丁啊。继美国国会关于香烟的听证会以后，美国医学协会对烟草行业提出了最尖锐的攻击。他们宣称烟草行业有意欺骗公众，所有理性的个体都应正视烟草行业的欺骗行为的
证据，我们都应该感到愤怒。但是烟草行业啊，丝毫不理会这种批评和攻击，他们早已习惯于使用恐吓的战术。他们发布谣言，对烟草行业的攻击将导致公司的破产，成千上万的员工要靠救济生活。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保密文件显示，他们使用经济报复的手段恐吓制药公司营销戒烟的产品。美林道制药公司1984年开始营销尼古丁口香糖来帮助烟民戒烟。作为报复，莫里斯公司取消了对美林道母公司，也就是陶氏化学公司的采购订单，最终呢，迫使美林道弱化了尼古丁口香糖的推广。烟草行业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欺骗民众，压制戒烟的言论，也真是手段用尽，其无所不用其极，可见一斑。然而对于烟草行业最严重的指控并不在此，而是他们秘密生产让青少年成瘾的尼古丁，以实现让其终生吸烟的目的。曾代表许多吸烟病患的律师声称，该方法既简单又有欺骗性。随着吸烟者年龄的增长，他们或因为死亡，或者因为生病的原因停止吸烟，只有一种新的吸烟者的替换来源，那就是孩子们。这是莫里斯公司的备忘录当中记载的，今天的少年就是明天潜在的顾客。各位有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呢？请让我静一静。烟草公司都知道，90%的成年吸烟者从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吸烟了。1996年的研究报告说，12到17岁的未成年吸烟者受香烟广告的影响可能比成人呢大三倍。利格特集团的文件曾经这样建议，新的香烟包装的理念要对青少年更具吸引力。雷诺烟草公司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针对14到18岁的吸烟者他们的营销计划。他们认为青少年的叛逆可能使吸烟更具吸引力，对他们销售香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对抗压力及青少年时期其他压力的方法。布朗威廉姆公司早在1972年就讨论了公司为吸引年轻烟民所需要做的努力，生产有蜂蜜和可乐味的香烟。由于香烟广告禁止在电视上播放，烟草公司就支付费用给好莱坞的制片人，把他们的产品呢植入电影，尤其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动作电影。在美国烟草研究所工作的维克多·克劳福德，他经常每天要抽2包半香烟，他的工作呢就是保护卷烟制造商免受各种限制。他在1991年患上了咽喉癌后，对年轻的消费者呢带来了一条直率的讯息。我在20世纪的80年代，其中有5年的时间是在一个运动组织的一份子，该运动由一些美国最聪明的人想出如何让你抽烟。当烟草杀死了我这样的人以后，他们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孩子来取代我。克劳福德1996年死于癌症，享年63岁。他对自己在推销香烟当中扮演的角色呢感到极大的自责，他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人不应该推销死亡。这些烟草公司在不断地向人们推销和贩卖死亡，这难道没人管吗？其实也不是，早在1997年，美国烟草行业呢统一与40个州的检察长达成了和解协议，烟草公司将支付高达3680亿美元用来赔偿与吸烟相关的健康费用。后来因为四家主要的烟草公司退出该协议，克林顿政府和国会将和解赔偿的金额增加到了5160亿美元，并且呢对烟草产业设置了更加严厉的限制。明尼苏达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这四个州在1997年和1998年单独与烟草行业达成了总计为400亿美元的和解。到1999年，剩余的州已经签署了206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民事和解。这些公司还同意出资17亿美元
赞助反烟广告，以及研究青少年吸烟的问题，并清除可能吸引儿童的任何香烟广告。然而，对于烟草公司民间提出的个人诉讼却成功的不多。从1950年开始的诉讼至今有1000多起，成功的却只有6个。其中1999年有2场胜诉，判决烟草公司赔偿金额总计1.3亿美元。也许是这些惩罚和限制起了作用，到2006年，美国的成人烟民从之前的 40.2% 下降到了 20.8%。 据数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卷烟生产和消费国，我国吸烟人数占全世界烟民总人数的将近 30%， 位居首位。目前我国吸烟者达到了 3.01 亿，15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 28.1%， 其中男性为 52.9%， 女性为 2.4%。 我国分别于1984年、1996年、2002年和2010年进行了4次全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吸烟者开始吸烟的年龄不断提前。1984年的平均年龄为22岁，1996年为平均19岁，到了2010年，52.7%的吸烟者在20岁之前就已经成为了每日吸烟者。15岁至24岁的人群当中，男性和女性吸烟率都呈增长态势。不同职业人群中，医务人员的吸烟率虽然是在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谈到，领导、医生、教师是危害最大的吸烟榜样，因此要呼吁这3类人中的吸烟者带头戒烟。据调查，1984年我国吸烟者的戒烟率仅为 4.8%， 1996年为 9.5%， 2002年为 12%， 2010年上升至 16.9%。 据统计，2010年我国戒烟人数达到了5000万，但是戒烟者的成功率较低，复吸率居高不下。戒烟难难于上青天，因为抽烟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放松的方式，而且呢还能够缓解他们内心的压力，所以有的人会通过抽烟来发泄自己。殊不知你在享受烟草给你带来的快感的同时，却陷入了烟草公司早已设好的局。这个天大的阴谋不仅在毒害着你，最终会要了你的命，而且他们还要你的孩子、孙子、曾孙子，通通的陷入这场阴谋之中，世世代代重复你身上的悲剧。戒烟吧，烟民同志们，可能常规的戒烟手段对你无效，即使因为烟草导致了你的身体产生了问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时不时的想来一根，但是当你知道了这原本就是安排好了的要你命的一场阴谋之后，赶紧戒了吧，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们。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品过往案例，辨如今是非，感谢收看彪哥密谈，各位，拜拜。